我去边度食点灯啊？去边度都得啦，不过唔系喺院嗰度啊。点解嘅？上底去嗰度，我拎啲烟开始，问咗一大堆资料，问咗俾咗佢之后，仲去排队等佢签，签完咗大概半粒钟咗。不如去阿方嗰边好唔好？因为阿方嗰度话佢嘅列车有QR code，所以我可以交俾 Miss Tan， Miss Tan 自己上网填咗搞掂，所以悭我哋嘅时间。第六年也看完了，所以你看到什么？不是叫你去阿元南山阿旁边吃饭 ，OK？ 在祖国的吃饭哟。当然是要准备 invoice 啊！你看这些老板，准备要快。